绝不能让楚景晨发现我的身份。刚才是三少爷对我出言不逊。是吗？可为什么我只看到你刚跟我表完忠心，转头又跟……不是你要我走的吗？你要是真想跟他走，我不拦你。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信过我？那你呢？又是否有过真心？我，二少爷。二等护卫阿木，多次玩忽职守。我想练这把匕首。是你祖传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这颗宝石真漂亮，送我当定情信物吧。还给我。景佑。三少爷，还给我。景佑。哎，二哥。三少爷，景佑，还给我。别闹了，景佑，来啊。三少爷，小心。二少爷，二哥，二少爷。